子型 fans 大反击，张文彩被恶搞。张文彩、德国彩、胶彩、山东彩、支那彩，唔知边个攞彩。读者爆料，有人喺维基百科恶意加名。王子型就写子型仙子，宅男女神。上个月底，小花报新闻而受委屈，呢一滴凝脂泪爆出同高记张文彩嘅斗争，激怒新闻部高层开会召快，仲勒令子型寻日起要放大假。单嘢本来淡化噶啦，但似乎有 fans 邓子型底恶搞文彩咯。但佢都有人撑噶噃，出手 delete 晒佢。羽绒装全程独家狠狠瘦温得式纤体疗程488，再狠送丝柏激白祛斑提升疗程。